中间那边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以前是跨年有去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那我觉得就吃红豆饼吧。不熟再回去加一下，你比较安全一点。太深还可以，太深还可以再加很多。那沙拉部分呢？他点完了哈。我还没点。大声一点。对呀。你还有太。巨博体你要喝吗？那你们两个也一样，不要选，不要选不一样的，一个沙朗要不要？住的，住的。沙朗啊！哦，你沙朗哦，咖啡里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非常好了 ，OK， 就这样。生菜，生菜吗？对，那我要。那生菜你嘞？生菜，生菜。顺序点了，可能它会乱掉。你先来。然后我就要生菜。那先生的沙朗呢？我要和风水果，水果沙。天宇，你妈妈呀？今天他有来台中啊？有啊，我爸又来啊。就是他们直接拍照合照。对啊，他们两个。你怎么长成这样？你怎么长得头上开一朵花、啊？变成是头上开花的三八花吗？七分是，七分在那边，因为我刚换位置了。哦，对。那我想问冰淇淋咖啡哦，那菲力呢？菲力这边吗？好，那就不要。好，先帮您放这边哦，不好意思。那美国沙拉，有点墨里面吗？有进去吗？好。那我的虾我不要。幸运星，你有幸运吃墨鱼面吗？那我金伯成有兴趣哦，他抬头看。你有幸运吃一口墨鱼面吗？没有，觉得辣。不会辣，他叫以前辣，墨鱼面辣。是我第一次吃的，我没有带来啊，不错不错。对，是不是经常试试看，其实都很好吃的。欢迎奶奶，每天陪你们看你们参加的游戏，而且你们是小区不用去安亲班的，台湾小孩没有人去安亲班，就剩下你们。
下面三个，我就做不了。可是我还好啦，他后来我外婆就长大之后就一直考不上。对，然后你还有妈妈要，我妈妈成绩很好，也只能念到国中，就要去念高中，就是做女工。我阿姨就念到高中，然后后面那两个好像就是专科吧。讲一下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学好孔孟。你看孔孟是什么东西？孔孟是谁？平安。孔子啊。跟谁啊？跟孟。那你在这边跟他照一张。听啊听啊。看到了、哦、美术馆要不要来？金伯子宇，金伯宇以后要不要来美术馆？